这么快就到了，太子娘娘，娘娘，这儿并非是江北大营，而是通往江北一个最重要的货物中转站，军中粮草、物资等等都是从这儿中转的。哦，哟，什么大事呢？老五女神姐姐来这儿啊？随军家属，身不由己。看惯了军中的装束，你这身儿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，肯定能流行起来。流行什么呀？ 这种制服诱惑早都该过时了，我呀，这是掩人耳目。娘娘，我们还是快点赶路吧。看见没有，我可没有闲工夫在这跟你瞎聊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别走啊！就，就，哎，别走啊！就，就，回头带了桂花糕跟你慢慢聊。就。 哎，我问你，去江北营中走哪条路啊？这条最近。那个方向能到江北营吗？那个方向刚好与江北大营相反，是去往青浦的方向。坏了，我觉得这个里是不是不对劲儿？那个方向能通往青浦吗？这条路不好走，但是条捷径。快，速速通知九啊，让他往青浦方向去。是。 没错，娘娘，这就是通往江北大营的方向，是娘娘记错了吧？啊，确实是我记错了，这野外的方向我哪有你熟悉啊？哎，该不会是什么谋杀案让我撞上了？我和他没什么冤没什么仇，他为什么要杀我？不行，这下麻烦了。哎呦，我肚子疼，我上厕所。娘娘，我挡不住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救命啊！姐姐，我来救你了！杨言。 什么猴子，是我，我早通知九哥了，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来接你咱们的。你受苦了。哎，姐姐，你醒了。你九哥他人呢？正审问他刺客呢。你在我府中潜伏了数月，心甘情愿地做一名家丁，不辞辛苦地清洗夜壶、打扫茅厕，现在却来行刺太子妃。
你既说无人指使，我倒要看看你是何居心。我无话可说，但求九王赐死。死我也会让你死个明白。你以为我现在才注意到你吗？你到我府上的第三天，我便派人查清楚了你的底细。你是谁派来的，我早就一清二楚。 只是我不知道你和你背后的主子到底在谋划什么。既然你早就知道是谁，又何必过了那么久也不杀了我？现在，却来审问我。本王还有一事不明白：你在我府中潜伏了数月，一直没有动静，却在江北现了形。我想不明白，你为何要对太子妃下手？ 事成，我定不会亏待各位兄弟。兄弟们都先到齐了，现在就等候您一声令下了。今日把他们一举拿下，通通拿下，全部拿下。忍了这么久，本王就靠今日翻身了。我看今日过后，谁还敢在我的土上拉屎？你可知道，这刺客是谁派来的？这一路上。 也有想过，只是不敢相信吧。那刺客我已经审完了，是齐胜吗？他竟对我下如此狠手。开始我也想不通他为何会对你下如此狠手，但是在审问了刺客之后，我终于明白了。太子妃深更半夜被我的家丁带走，遇刺，罪责就全部都怪到了我的身上。 齐胜真的是好计谋啊！他为了除掉你，不惜牺牲掉自己的太子妃吗？对于一个即将要登上皇位的人，一切不过是浮云流水般，不足为提。九王，我知道，你也是想得到皇位的人。如果是你，你也会这样做吗？鹏鹏，我定是不会做出这种绝情绝义的事。 我与齐胜的不同也恰恰如此。我的心是向着你的。还记得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吗？记得。那你此时觉得平安、康泰、衣食无忧的诺言，足以让你相信了吗？此时此刻我受了如此大的刺激，还不能急着答复你。好，我不会急于要你的答案。 我到底犯了什么错？齐胜会对我下如此狠手，还这么着急？九哥，不好了！齐胜人马朝咱们这儿来了。该来的到底还是来了，快去帐外迎接。嗯。大胆九王！ 居然差遣下人行刺太子妃。太子殿下，娘娘深夜流落在外，臣弟怕娘娘轻遇受损，便容留娘娘在臣弟帐中休息。我的御赐与九王毫无关系，反而是九王的人救了我。那行刺之人已经拿去审问了，原来幕后指使另有其人。可知是何人所为？ 还不就是刺客是我一个人审的，还没有说出幕后指使是谁，便挥刀自宫而亡了。自宫？他自宫前都说了什么？并未说出有用的消息。着火了！ 娘娘。
快跑！快跑！下游去。是不会睡的。太子殿下，我等刚刚又制服两个刺客，还请殿下速速随我们回去。这个地方不安全，刺客随时有可能第二次突袭。张鹏鹏，张鹏鹏，你是喜欢温柔如玉、成熟稳重，还是喜欢浪漫洒脱、年少英俊的？其实喜欢什么样的人呢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个人是谁。我和老九谁更讨你们的欢心呢？你终究还是选错了。陛下，殿下心跳都活泼，待到你睡熟夜，把这条河口收编了。是。如果你往里面，别跟着我，你们去那边搜，我往那边搜。是。反复被命运暗示
我现在已经是你的太子妃了。张鹏鹏，你的命是我的，你不准死，我不准你死。这里总算是安全了。哎，醒醒！哎，醒醒！哎，不会是让老子做人工呼吸吧？不行，我得看看他是不是装的。傻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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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有美女穿比基尼。下班了，下班了。哎，他那是真晕了。看在你救过老子的份上，老子的基友处啊，献给你了。亲嘛，伸什么舌头啊？迷迷糊糊之中，好像感觉嘴里有什么异物。我看咱们俩这个样子，怕是不能继续走了，得找个隐蔽点的地方。我们找个山林吧，先缓一缓，恢复元气了再想办法。啊，好，走，慢点啊。刚才是谁说水性好的？刚才在水里，手臂突然使不上力气了。谢谢你。我不忍心看你受伤。笑着说，暖得像是喝了酒。一万年只是句形容，我懂。疼吗？只有听过的人才心动。以后你会握着谁的手不放松？回忆的钟摇摆着我的伤痛，以前的以后，时间裂出一道缺口，让思念自由凝视你的举动。再也没有人像我把温柔写在了眼中，望着你成一首反复的情歌。以前的以后，时间缝合一道伤口，两秒针停留在爱着的时候。
再不去计算太多，虚构出我们的时空，一切留在美好的那刻不走，爱是我的被动。你快醒醒啊，你不是号称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吗？你如果就这么死了，后宫的那些宫女们也都别活了。萌萌，危险，快走快走快走。萌萌，齐盛不仅设计害我，遇刺时他也冷眼旁观，九王却舍命救我，由此看来九王才更值得信任。要是能逃过这一劫，九王的提议倒是可以考虑，关键是他要先醒过来呀。兄弟，你快醒醒啊，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原因救我，但是今天你为兄弟我两肋插刀，这让我很感动。你要是能挺过这一次，今后我没准就和你穿一条裤子了。太久总会迷惑，看不到却又好似丢失了魂魄，模糊我定下的原则，清晰的是你轮廓。时光微笑我的被你剥落，靠近你的体温我心跳都活泼，待到你睡熟依然在忐忑，如果你梦里面从没有我，让我牵。